虽然这间的租金有较贵，不过环境确实袂歹，所有的家具拢有付啊，真正是以卡皮箱才当入住。浴室那也有水声，干嘛漏水啊？清清的，出来外口休困一下。嗯。看起来都无参全家避暑的人工。啊！我够变小的啊！根本就是大型社死现场。虽然你讲不要紧，啊，不过还是冰敷一下较妥当啦。歹势啊，其实我平常时唔是安尼。我知啦，我想哦，应该是因为我雄雄总入去甲你吓惊着着无。讲起来哦，我应该甲你讲一下实的。啊，想知影，才拄好咱去租着同一间厝。我听到浴室有水声，就是漏水啊！哪会知影你在洗身躯？无啦，你妈安尼讲啦，我嘛唔对啦。我洗身躯本来就应该把浴室的门锁起来才对啦。你头毛真遐淡哦，一定会感冒的。你等一下。你要送啥？坐好啦，我替你把头毛吹好哒。好啊。多
想你替我找头鬃啊。这次我们叫我替你修好哈。哦，你有要紧无？啊，歹势啦，啊，这支吹风机较旧啊，用一时啊就会出烧的。无啦，你看，我真正无代志。你先坐一下，我请你饮果汁吧。哦。我无代志，真正无代志。看伊这么紧张的反应，应该不是因为拄则伫咧浴室发生的代志。敢若顶届替我修理廖凯宏的时阵，都敢讲伊对我有意思。是讲咱两个阁不了有默契呢，啊，拢无讲好，竟然煞租着共一间合租房。是啊。啊，有我之前就甲阮爸佮阮阿嬷住咧较郊区啦。啊，即摆想讲要好好啊发展面膜的事业，需要办公室啊，佮有工厂，咱走来走去，住一久较方便。那安尼，咱就是室友安尼。啊是讲，你的室友是一个查甫的，你拢袂感觉碍眼？没啊，这有啥物好解救的？我当初看到合租的室友是你，我阁足欢喜的呢，感觉足心酸的。毕竟咱是 partner， 安尼以后哦，工课顶关的联络加我也方便呢。无唔对啦，我就想讲搬来工厂附近，安尼要监督进度，去巡巡检查一下时阵，阮哪有较方便啊？食哦，就是安尼大嘴大嘴，甲啉落，安尼才真正爽快，对无？唉，我一天啊，脚有够酸的啊。是讲我逐天哦，下班了后倒来找拢是安尼，应该袂要紧吼。不要紧啦，当然嘛不要紧，你欢喜就好。我甲你讲啊，你嘛应该爱试看卖，安尼真正都爽快呢。啊，是讲你当当一个国际连锁饭店的总经理，是安怎买家己去做一间较大间的？安尼大间嘛加较舒适啊。我是认为讲吼，一个人住伫个大间厝内面，住起来嘛无代表有较舒适啊。是啊，虽然咱即马是工课上的 partner， 啊，不过凡事住久了后，你生活习惯拢无同款，要互相讨厌嘛无一定吼。袂啦，啊，既然拢搬入来啊，一点仔心理准备我阁有啦。我认为吼，只要互相尊重，应该是没有啥物问题啊。啊，若无你讲，我需要哪配啊？我听你安尼讲哦，我就加较放心啊啦。拄搬来真正足忝的，啊，便所你若要用哦，这里用无要紧，唔免管我，我要先来睏。你无说因为拄只的代志，就感觉使用浴室？哦，唔是，是我频段细，我有当时哦，迄工课一无闲起来，几落工无洗，拢足正常的啦。嗯，放心。喂啊！我安尼予伊变大，搁太高的印象，伊即摆应该足倒单的，袂搁对我有意思了吧？哪会有查某囡仔这么特别，搁这么帅气啊？